接下来请您欣赏相声拴娃娃，表演者刘鹤龙、于肖伟，有请。天气呀、不是很好，比较的寒冷。哎，对，现在外面还下着大雪呢。真是下大雪还能来这么些位观众、啊、可见一个问题。什么呀？您各位也是没地方去。您等会儿，您这话怎么说呀？应该怎么说呀？人家喜欢相声。喜欢相声好啊。哎，您喜欢听相声。嗯，我们呢喜欢说相声，这是工作。您看刚才二位表演的就不错。那好啊，这叫学无止境。哎，站在桌子外边这位叫王龙平。嗯啊，是王龙平吗？不是，李龙随。啊，李龙随啊，站在桌子里边的是王龙平，也叫长颈鹿啊。二位表演的非常不错。对啊，下去呢休息休息，歇会儿。轮换演出啊，这一场呢是我们哥俩，是也没有什么名气。嗯，在座的有认识的有不认识的。哎，我估计呀全不认识。那没关系，您介绍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好，拿我先说吧。我叫刘鹤龙，德云社鹤子科的一个小学生，一个小演员。不值得一提。谢谢各位稀稀拉拉的掌声吧，真不容易。来介绍完我了啊，身旁这位呢也得介绍介绍。哦，我这是我的好搭档，是也是我的好朋友，他叫。这位老师呢已经，我叫马赛克，马先生啊。谁马先生？干嘛自己就说呀？怎么说你叫马赛克？我不姓马，姓什么？姓于，于赛克。我姓什么我都赛克。你叫什么？我叫你说呀，自个儿说吗？自个儿。大家好，我叫好。自我介绍这个环节就结束了，他就没开始。可以聊点别的。您别啊，后台。您别在后台怎么的？我还没介绍完呢，说心里话。没说呢。对，说吧。我说了啊，你说吧。我叫于肖伟。哎，有什么意思呀？啊，往这边看，我这边有什么呢？哎，这边有你父亲。这还冲我招手呢，你好。哎，我这儿呢啊，哦，这边也有啊，你好你好，哎，这样冯上也有呢，哎，你看看看看，你爸爸有男有女。你这仅蹦这两下，我心里都有点害怕了。哎呀，台上就不能打人，你知道吗？哦，哎，行，开个玩笑，说在台上，我能是故意的不介绍你？那不是，让各位对你加深一下印象。哦，是吧？对，叫什么？姓于，对吗？哎，是，姓于，叫于肖伟。哎，这回对。你瞧，这介绍他的时候很尴尬。哎，这就是这人坏门啊！他介绍完了以后，他不往接下来说，他就等着。有的观众就心里就纳闷儿，心里就想，哎，你说这个。这帮相声演员怎么一上台什么也没说呢？先要掌声。嗯，你说这是为什么呢？为什么呢？啊，因为我们臭不要脸。哈哈哈哈哈！太准了啊！因为什么呢？嗯，因为这个掌声对于演员来说是什么呀？什么呀？是一种兴奋剂。哦，这是刺激。哎，对了，因为什么呢？演员啊，都是人来疯儿。哦，观众啊，越热情，是我们演员啊，其实越激动。可不嘛，你说是不是啊？没错啊。哎呦，跟我不一样，我看着他就要长个儿，你看。你们这个兴奋剂太厉害了，太激动了也不行，吓得我心脏病犯了。是，开个玩笑啊，就说这个意思。这个演员啊，都喜欢给这个大伙儿啊
啊，奉献我们这个艺术。嗯，当然了，你说奉献艺术就白奉献吗？那不能啊，啊也不能，嗯，也得赚您这个票钱，好吧？这是票钱，不是人，这都是次要的。哦、我们是为了艺术。哎呦呵，好大鼻涕行吗？嗯，我不爱吃咸的。我就说这个意思啊，当然了。这个也分啊，有的演员是为了这个票钱，对，有的演员就是针对了艺术。你比如说站在我身旁这位啊，我于小伟于老师，怎么样？人家就不为了挣钱。哦，我不指着这个。为什么不为了挣钱呢？为什么呢？家里头有钱。提家里干嘛呀？哎，你瞧，你实话实说，你家里是不是有钱？有俩糟钱。你不要装孙子啊！谁呀？谁装孙子啊？怎么说？这叫谦虚啊！对，谦虚。对，不要谦虚。我没谦虚。家里是不是有钱？我说有俩糟钱儿。呵，还有俩糟钱儿啊！你在台上啊，不显山不露水的，都穿着大褂儿，也不显什么。您到了台下，您看看去。怎么？穿的那都是名牌。我看名牌。哎，有那个名牌我都不认识，各位。叫什么？叫什么叫？叫。啊你妈这种牌子你说咱是连等会儿咱们你等会儿你等会儿看过哎你等会儿你等会儿这牌子叫什么名字就是你平常穿那个吗什么呀有一个全名啊乔治阿你妈那叫乔治阿玛尼乔治阿你妈我站着阿你奶奶那就像话相声演员啊，说话就如此的粗鄙，真是啊，我多的粗鄙了，不是就比阿你妈文明啊，这个就是你平常穿那个阿玛尼，啊尼尼，哦哦、阿玛尼，咱不知道啊，是吧？咱多客气，反正就是穿的好牌子啊啊，家里有钱，于小伟正正经经的，是一只富二代。我又开始论知了，我又开始。这个像话吗？论剑，论什么？一个啊，一个。一个一位都行。哎，一位富二代。您高抬了。你承不承认吧？我承认。你承不承认你是富二代？我承认我富二代。我是富一代。对，走。不是问这么瓷实，你要占便宜。我是那个负债的负啊，负债的负。哦，那个富一代。哎，那个富一代。哦，那也很难有第二代。有你我就不怕了。真是，你认我当干老。不爱人，哦，这个不爱人，哎，他不认就不爱人。好，哎，就说呀，人家家有钱。哦，有钱是有钱啊，当然钱不是他挣的。那我能挣多少？对，你得实话实说，是不是？对对对，钱不是。富二代吗？钱都是他爸爸挣的。我上辈得提提你父亲了。我父亲于小伟的父亲啊，老赵。您是上我这来跟我聊会儿啊？您怎么意思？您这我爸爸怎么叫老赵啊？叫老赵怎么了？不是，他不得姓于吗？他不得啊？对呀，这你怀疑什么呢？我没怀疑。这不你说的吗？我爸叫老赵，我像话吗？他姓于，他姓于呀、啊，他姓于，叫老赵，于老赵，对。哎呦，可见是没有文化，光知道挣钱了。于老赵不好听，不好，就叫于老爷子就行啊，于老于行吗？于老于，我没跟你救我啊，你甭在这对付我。行吧，就是老于，老于。于老爷子，于老爷子，哎呦，您各位是没听说过他父亲很正常啊？哦，因为在北京啊，提他父亲没有名气，哦，不出名。您要是上他们老家啊，您提一提于小伟的父亲，哎，怎么样？也没有人认识，哦，不白提吗？为什么呢？因为他不出名。哦，我没名气。你要提他父亲外号啊，大伙儿全认识了。什么外号？叫于半城。这怎么讲？举个例子吧，您说，好比说咱们这个剧场啊，啊，就是一座城，是打中间切开，啊，这半拉全是你爸爸，咱这边都是你爷爷，啊，叫好的都是你祖宗，你看真有一人一千了，对不对？太可气了，太可气，太可气，你怎么干人
便宜，我吃点亏呢。我说这半拉，这半拉什么买卖？对，奶奶，哪儿有些奶奶？什么买卖？买卖都是你们家的，对吗？有没有钱？那是有钱，哎呦，家里非常有钱。嗯，当然了。老话说得好吗？怎么说？家家有本难念的经，那错不了。就他父亲，你甭看他父亲这么有钱，嗯，也有一件伤心的事。什么事儿？什么事啊？就他父亲，就这一辈子呀，嗯，没儿子。你等会儿，你想一想，我想不了。这么大啊！您这像话吗？一直等。这么大的家业，传给谁呀？那就传给你吧。传给我合适吗？不合适。哦，你把我们家都说得成绝户了，这像话吗？你怎么家是绝户？没说是绝户。你怎么说？你到那儿说我爸爸这辈子没儿子，这像话吗？这就有语病，这都得记下来，这都有语病呢。别说呀，二百多。我可气呀！不是，那什么意思？就这还老柴火，混蛋！什么意思呢？啊，我说错了行吗？我爸爸没我之前他没儿子。不有我之后不就有了吗？哦，是吗？我这还用质疑还问呢？哦，是吗？哦，有你就是有儿子了。对，哦，你就是儿子。哎呦，我是我爸爸的儿子。啊，对呀，我没说错，我没说错，我就是我爸爸的儿子，我没说别的呀。你刚才说我爸爸这辈子那，你不要嬉皮笑脸。我给你道歉了，我现在有一点小不开心。那你道歉了，我说我说错了，行不行？你道歉也不能嬉皮笑脸。好，那我很严肃。对，我说你爸爸没儿子。哎，我没嬉皮笑脸，太大了。没您这样，哪能这么说呀？你爸爸就是没你之前，他没儿子。哎，这就对了。有你之后，你就是儿子，对吗？啊，没毛病。啊，这么你承认就好。哎呀，我也不知道我该怎么办了。我就说他父亲，我的意思，他父亲有他的时候年纪不小了，他岁数挺大的，对吧？这是他父亲，这叫老来得子啊。嗯，没错。您各位想一想，他父亲有他的时候都多大年纪了？多大年纪？都91岁了。各位您想一想，我爸爸这辈子就是没儿子。这像话吗？这不像话呢。91岁，有那心没那力了又。你要对你爸爸有信心呐？我对他有信心，我得相信科学呀，我也得。91岁像话？听我的，别信他说。哎呦，天！51岁。哦，对对对，50。我记得你有个小名叫什么？往回倒40嘛。叫五一，对吗？可以。啊，对对，我记得他有个小名叫什么什么一嘛，我给记错了。啊，叫91。啊，叫五一是吧？五一，他父亲51岁那年的五一劳动节有了你，你是你父亲劳动的成果。我成不了果。你还能？不是，我就说你这个像。你五一不是这意思吗？就是我父母爱情的结晶。啊，对了，就说是51岁有的你。对对对，对不对吧？是是。各位您想一想啊，50岁没孩子，那咱们中国有个传统观念吗？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对，你说哥50岁谁没孩子，哥谁不闹心呢？嗯，他父亲也闹心呢，也烦闷，整天就关在书房里边，自个儿一个人偷偷摸的哭。我还哭呢。那是啊，你以泪洗面吗？是是。哎，天哪，天哪，想我于哈喇子。对，等会儿我这一辈子我怎么？你别说这个，于哈喇子像话吗？这你父亲不得有个名字吗？不是你老爷子吗？于某某啊，于某某，想我于叉叉。你爸叉叉，我这你爸叉叉，然后我站着阿弟奶奶。就没什么没礼貌的话，在我舞台上啊，竟说这种粗鄙的语言，讨厌的这人。
不是怎么能这么说话呢？我说什么了？不是，这都像话吗？叉叉叉叉那都不是好词儿。你懂什么呀？某某写出来就是叉叉啊。对，我知道那不是好词儿。那你要干脆这么着，你就于某人得了啊。某人，想我于某人，哎，这就对了。就我这一位，嗯，修桥补路，吃斋念佛，我做的竟是善举呀、啊，怎么我就没个孩子呢？哪怕给我来个姑娘呢，实在不行，给我来条藏獒啊，生不出来。难道说我就乏嗣无后了吧？嗯，一想到这儿啊，他父亲鼻子一酸呐，嗯，哇，落泪了，这不尿了吗？这是。他不是应该这个声音吗？你们家哭着哗哗的，说错了，滋儿，这你看着有劲儿，滋、哦，小伙子，小伙子，哎，我相信他就是一线能你等会儿是不像话的，他那有个声音吗？掉眼泪，吧嘚吧嘚，哎，吧嘚吧嘚，对，他父亲正在那儿哭着呢，是哭，正好被他们家这个小丫鬟看见了。我们家陈丫鬟，小丫鬟扒门缝儿一瞧，哟、哟，这老不死的怎么哭了？等会儿，这怎么骂上了这？这应该是，那这老爷子啊，老爷子怎么哭了？啊，赶紧后院请你妈去。哦，找我母亲。那就你妈能劝呀、啊？那是，把你妈请到书房。嗯，你妈推门那么一进啊，你父亲可不就在那儿哭着呢吗？是。劝劝吧。说说。老爷子，平日里欢天喜地的。今日怎么愁眉不展啊？我问问你爸爸，一看见你妈、啊、这火腾就上来了。哦，哼，我没问你，是你反倒你问我来了。我来问你、啊、我把你娶出来多少年了？我妈是存款，娶进哦，对，我把你娶进我的洞中有多少年了？我爸是妖精的府，娶进我的洞府。好，这洞府还装修一下。府只有府没有洞。娶进我的府中有多少年了？哎，你妈掐指一算，怎么样？三千多年吧。好，我妈是妖精。唐僧到哪儿了？还硬吃呢。唐僧肉。别琢磨这个。多少年？这三十来年。三十来年。啊，招啊！三十来年。你为我生下一儿，嗯，没有，养下一女，对，没有，也没有，无儿无女，我要你何用？又说这话，就这么一句话，嗯，好似一把钢刀直插你母亲肺管子上，多可怜啊！平时你不敢提这话题呀，就是，今天怎么着要我何用啊？这是憋着离婚呢，这是打架。当然了，嗯，妈毕竟人上过学，对，人念过书，打架归去。哎呀，生气解决不了事情吗？没，心平气和的交流啊。呀，这是心平气和呀，这个。一不留神呐，踩猫尾巴上了。又怎么又猫尾巴了？啊，把猫扔了。就。公公在世，出门不生；嗯、婆婆在世，出门不养。不生不养，你怨得着我吗？啊，那是你们老于家的德行。嗯，甭看在你们家没养过，啊，在娘家当姑娘的时候没少养过。什么呀？小猫小狗的。哎，这不要这。你妈心善，爱养宠物的。都送。你想要孩子，你得积德呀！啊，积德行善，烧香拜佛，你得拴娃娃去。得拴呢。知道什么叫拴娃娃吗？知道吗？解释解释。说是拴一个泥娃娃抱回家去，过两天就这个怀胎有孕，这都迷信。迷信不行，嗯、你爸和你妈都信呢。我都信。为了你，第二天启程了。哦，北京京西有一个妙峰山，是都上那儿拴娃娃。那是灵。哎，对吧？对。到妙峰山。山脚啊，依你母亲的意思呀，嗯、咱显虔诚啊。好，咱别这么上前，是这么着吧、嗯，咱们走一步磕一个头，走一步磕一个头，哦、一直从这个山脚啊磕到山顶。哟，你说这为了显示虔诚吗？太虔诚。当然，他也就这么一说、嗯，身旁人干什么的？是都得拦着。那得拦着。尤其有一个人啊、嗯，更得拦着了。谁呀？跟你妈关系最好。哦，其实就是一个
就是一个小丫鬟，但是这个小丫鬟与众不同，怎么说？她叫贴身小丫鬟。哦，就这么说吧，怎么说？你父亲不在家，这小丫鬟跟你母亲一个被窝睡觉。哦，这是闺蜜的关系啊。对呀，哎，这好，她得劝你妈呀，她得拦着呀，得拦着。我说夫人呐，您这个身子骨受不了啊，走一步磕一个头，您不是男闺蜜是吗？什么是吗？什么意思？我说这丫鬟要这么说话，她早就有我了。这跟丫鬟有什么关系呢？这到底是谁的问题？这是不是你想？对呀、啊，是谁的问题？对，哦，没有琢磨，那太多了。哎，对，什么谁的问题？不是啊，不是，这两天不是变天吗？变天闹嗓子，说话就有点儿声音有点粗。他甭闹嗓子，你就学他怎么说就完了啊。对，就是咱们就甭走一步磕一个头了。那怎么着？心意到了就行啊。啊，姑父叫他把您抬上去吧。啊，这也行。您岁数大了，走上山您也受不了。就是，妈也听劝，那就上山吧。好，到了山顶，以你父亲的意思，怎么着？敬山。净山就是山上一个闲杂人等不许有，我都清干净，就留你们家一家人。呵，这厉害，光有钱不行啊。嗯，这还得有势力。对，但你们家不行，我们光有钱没有势力。那怎么办？哎，就看你父亲站在山顶之上，啊、高喊一声：“闲人闪开！啊、我要净身啦！”啊！啊可以回去了吧？您说呢？这不用拴了，为什么？你都拴回去也不管用了。你要对你父亲有信心，我再有信心也不行了，这玩意儿不科学，这玩意儿。你这都像话吗？这是，那什么意思？净身像话吗？哎呦，我说错了，给我爸爸拉上。净山。哦，净山。多细呢？仙人闪开。啊，我要净。是山。山啦。哎。啊。咱就省着一刀不能啊！一不留神的啊，你爸爸咬舌头上了，啊，真够狠的！哎，那怎么办呢？是吧？要说整个山顶之上一个闲杂人等不许有，嗯，那不可能，那不成。哎，顶多也就是大雄宝殿里边，啊，就剩下你母亲一个人，行，跟一个老和尚，啊，老和尚把门给关了。不是要这老和尚干嘛？什么意思？不要老和尚，老和尚出去。你妈也说，对，讨厌，老和尚出去，出去，小和尚进来。好，管年轻的了，一关啊。好，真是有什么师傅什么徒弟，真是。您赶会儿不许这么说。哦，就是，您不听这么说吗？非得要一和尚干嘛？没和尚谁敲磬啊？得让我爸爸来呀。不行。哎，那怎么不行啊？你爸爸咬舌头，正揉舌头呢，啊，正揉舌头呢。哎，他不行，他不行，这玩意儿费嘴，他费手吗？他这个啊，这不行，他不会呀。这叫一和尚，叫一和尚，那就让老和尚来。老和尚来，老和尚，老和尚旁边敲磬。哎，说着话，啊，你母亲跪在这个娘娘像前，他得祷教祷教啊。好，你们家这牲口呢？你们家还祷教？祷什么？祷告啊。祷告，祷告，双手合十，诚心祷告，祷吧。老娘们在上，老娘们，老娘娘，老娘娘在上。哎，奴家缺门德士在下，你妈缺德，奴家傻门蛋，你妈傻蛋，奴家野门鸡，你妈野鸡。他得有个门，有个士，愚门某士就得了。愚门某士在下，嗯，愿老娘娘赐我一死。嗯，好，跑那找死去了。你从山上摔下去不好吗？赐我什么？赐一子。赐我一肚子子。太好，你河边甩去了。一子，一子够用吧？够了，差不多了。哎，赐我一子。是是。若心愿达成，我愿给老娘娘盖一座教堂。对，这不马屁拍错了吗？这不是？怎么了？这些这像话吗？这什么？重修庙宇再塑金身，重修庙宇再塑金身。对，奴家给您磕头了。磕头。当儿，当儿，当儿。我妈这脑袋都铜的，你听着。磕起来当儿当儿。别这么动静，这是老和尚旁边敲磬呢。哦。嘿，说的话，
你母亲开始抽出红线绳儿，怎么这就要拴娃娃？好，娘娘宫里这个娃娃多呀，高娃娃、矮娃娃、胖娃娃、瘦娃娃，各式各样的都有。就看老娘娘怀里抱着一个娃娃，拴这个，这不能拴，嗯，这叫真命天子。你们家没这命哦，那怎么？就看房梁上爬那么几个娃娃，拴这个，这不能拴，嗯，淘气也不好养活，嘿，最后找来找去，找去找来，嗯、一掀这个供桌帘啊，发现这么四个娃娃，嗯，有你，有郭德纲，有于谦，有岳云鹏，我跟这三位在一块儿，那仨都不学好，怎么在这打牌呢？哦，你不一样啊，我呢，一个人在角落里安安静静的就在那儿啊，看书。洗白面，哎，我呀，当坏了，这就是在那儿看书呢，看书呢。你母亲一眼就相中你了，啊啊，这是我的孩儿啊，这是我的宝啊，把你抱回家去，不出三个月，你母亲怀胎有孕，这是好，不服行吗？不行，不服行吗？不行，老和尚多灵啊，哎，不是，哎，老娘娘，老娘娘多灵啊，哎，十月怀胎，一朝分娩，你是呼呼坠地，平安降生，好，你这么一降生就可坏了。怎么？你小子命太硬了，哦，一降生就会说话，是张嘴就会喊人，哟，喊谁谁死，哦，喊了一声妈妈，妈妈，死了，是啊，喊了一声姥姥，啊，姥姥，死了，你看，喊了一声姥爷，姥爷，死了，唯独喊你爸爸，你爸爸没事儿，我爸命硬，妙峰山死一和尚，哎，去。接下来。